其實咧，你今日咧都仲係好含糊咯，都係講緊幾個月嘅事先。誒，接觸佢嘅助理先啦，定係接觸佢先？佢都話唔係好，即係唔係好，即係已經係好比較模糊。係啊。咁你個人係點信你呢個第一？咁你唔好信。第一，你話當時係有人打電話俾你約你啊嘛？咁我就好奇怪啦，你唔識嗰個人，你點去見佢咧？我中立嘅，你唔好話俾我聽。喂，撞到之後，喂，佢俾咗錢你，啊，你死佬，起碼都最簡單。你都知道他的姓名。第二点、当你做一个立法局的议员，立法会、当你做这个问题的时间，一见到这样的环境，你应该是第一时间 ICAC